这土豆抱团就可以。那为什么是先煸土豆？我家先生就是这么教我的，吃惯了的口味吗？嗯，而且炒出金黄色，哎呦天哪！李青，我已经饿了，回家吃饭就是好啊。用电饭锅做红烧肉？对啊，你是来开玩笑的吗？哇哇，那香味出来了。它那个肥瘦相间，那个肥肉太好吃了，完全不腻，挺好吃的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。今天呢过节，我正好请了我的两个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做做菜，过个节，好吧？欢迎我的两位朋友。嗨，哎呀，你好，李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来个小招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是好久不见了。哎呦，还带这么多东西，你说李姐，你这人真是太讲究了，李姐。哎呀，我到你家吃饭哪能空手来呢？就是，这个东西挺新鲜的啊，你看看。还真是挺新鲜的，这个是我昨天特意到菜地给你采摘的。真的？对呀。你们家在北京还有快递啊？哎呀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农庄，哦，比农庄小一点的菜地。哦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农庄里面的一块地。对。今天呢，在这儿的周鹏小周啊，是一个外卖配送员。嗯，对，佳儿。请大家来一起过节。我还想问你呢，说今天过节，过什么节呀？我上网查了，书上查了，黄历都查了，没有节呀。大姐，您再好好想想，中国自古以来中国人最喜欢过的三个节：中秋佳节啊，新春佳节啊，对呀，回家吃饭节，对不对？7月17，大家查一下阳历嘛，查什么老黄历啊？7月17就是我们回家吃饭节，怎么个说法呢？广东话讲的就是吃一吃啦，还吗？对不对啊？吃一吃。好。哎，我们家是逢17号就得过节，9月17就要吃，4月17是要吃啊。那个5月17也是。我要吃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么过。逢七就吃。逢七就吃。李姐，你最近一次回家吃饭是什么时候？我每天都在回家吃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吃饭不太卫生，不太健康。哦，好，周鹏，那个有多长时间没回家吃饭了？春节到现在就过来了，有春节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年了。对，都一直没有回家吃饭。啊，李姐要做一个什么菜？我带的是最家常的菜，炒三丁儿。哎呦，这个菜绝了！哎，但是家家户户都会做啊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小周，那你呢？怎么样？我做的那个是红烧肉。红烧肉是吧？啊，对。接下来开看，李姐，请。好。好。那个，这个是五花肉吗？我们对，五花肉。嗯嗯嗯。这个我们要五花肉切成丁。切成丁。对，先把皮去掉。哦。老北京的三丁就是所有的丁都切的大小一样的。所以你平时在家做饭，你也会做的这么细致啊？啊，我觉得做饭是一种享受，所以我做饭就是一定要做的。精细一点。你老公喜欢吃你做的饭吗？我比较喜欢吃他做的饭。哦。所以我做饭一般都是跟他学了以后，现在我已经厨艺比他还要好。哦，好，肉切好了，那放一点料酒。哦，用料酒。对，就这么一丁点就够了。哎，料酒腌一下。嗯，腌一下以后再放一点鸡蛋清儿。嗯，再来点淀粉吧。啊，淀粉啊。嗯，对。还行吗？对，好，可以。所以做饭做菜其实真不像泡方便面那么简单。你结婚之前做饭吗？不做饭。我听我一朋友讲的特别有意思。嗯，他说结婚之前吧，每天下了班回到那个地方是房子，结婚之后回到那个地方呢是家。嗯，哎，他就觉得有一种暖意，真的可能是心理上的一种感受。所以呢，在家里做饭啊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啊，你没结过婚啊？我没有。你可以尝试一下，试试。我跟你讲，这么说，周鹏，今儿过来做节目，咱俩是有缘分的。对，我今儿把这话撂这儿。嗯，以后你每次结婚，我都一定过去捧场，好不好？再切一个土豆。土豆丁儿。嗯，也是切丁儿哈。对。需要我大手帮忙吗？我自己来吧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咱们现在都市生活真的是很紧张的，节奏特别快，所以呢有时候要回家吃一顿饭我觉得特别难得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家做的挺好的。你们家每天吗？基本上每天都是。哦，如果有应酬的话实在是脱不开。嗯，现在我们就也尽量做到
回家再吃一点点。嗯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在家里吃饭的同时，可以聊一聊工作单位啊，孩子学习啊，有一个家庭的氛围，哎，也是沟通的桥梁嘛。葱姜好，三碟是必须要的。嗯，这个菜一看配了这几个料，一定是挺下饭的。对啊，对，下饭啊。嗯，现在天这么热，对，吃点下饭菜好啊，要不然吃不下饭的。对，那个菜料都准备好了，下面就是要炒了。好，炒制了。嗯，好。嵊州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为本节目指定用油，嵊州为国人制好油。OK， 好。哦，先煸土豆。对，先煸土豆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做饭几个关键的点必须得掌握好。第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火。对，我们不要煸得太说外面都焦了也不好，这土豆抱团就可以。每次我们家做饭的时候都是大家都去抢这个菜，都抢这个菜。对呀，所以他们一馋了就到我们家里来吃。嘿呀 ，OK， 这好了，我们把它盛出来。完了，接着拿这个油去煸肉就可以了。这个菜是您先生第一次他做给你吃的是吧？对对对。所以他的手艺还不错。对，这是他的父母教他的。那谈恋爱的时候他给你做过饭吗？做过。你看，这就是男人的套路，知道吧？来我家，我给你做饭吃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当时吃过第一顿他做的饭以后，就觉得这男的还挺靠谱的。哎，交往交往看看吧。是吧？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我们煸肉。好，煸肉，煸肉。OK。你不是先煸肉，然后直接三丁咔咔咔往里一倒不就行了吗？不行啊。这有顺序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为什么是先煸土豆？为什么呢？我家先生就是这么教我的，反正就是这么做完了，很好吃的。整个流程就是按照自己怎么好吃怎么来。对，对吧？吃惯了的口味吗？你看啊，这个煸肉就记住了，真的，你必须得不停地翻，而且炒出金黄色。哎呦，天哪！好，还得先把它盛出来。对，盛出来的胡萝卜再煸一下。每一样都得先煸一下。对。理解，所以我觉得你做菜是一个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。这胡萝卜煸一下也是，我们的胡萝卜就是生吃是吃不出来胡萝卜素的，一定要跟油过一下，胡萄素才能析出。讲营养。对对，胡萝卜轻轻煸一下就行。啊，胡萝卜一煸就它就会小一点。是。但是我今天切的这个丁儿啊，有点大小不一了。老北京的三丁就是所有的丁都切的大小一样的。我早看出来了，只是我不好意思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们家这丁儿必须得大小不一。必须得一样。必须得一样。对，因为我用你们家的刀有点不习惯。这借口就好。最烦的就是旁边还有一个人老在旁边捣鼓。对呀。对不对？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你说什么呢？说啊，打扰我的思路。对。所以通过这一点啊，就知道他必须得用自己经常用的顺手的，也就是说您是天天回自己家，自己厨房用自己菜刀、自己菜板做饭。对，什么酱？这黄酱。哦，黄酱啊。对。这黄酱就是买来的样子啊，没有提前再处理过啊。对，没有。没有。这黄酱是我们家做这道菜的点睛之笔。哦，为什么？啊，黄酱有一种酱香味儿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菜三丁一炒，酱香味出来很香的。好，先下肉啊。对，肉。你看这个过程，大家注意到火了没有？这个过程是用小火。对，要用小火。一定是小火。对，来一点水。要多少？您说话。好，来一点。再来一点。好。好。这酱香味就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。对。香。完了，您帮我勾一点芡。没问题，水芡哈。对。这会儿黄瓜呗，因为黄瓜可以不炒熟就吃的。这个来一锅米饭，对，颜色出来，饭很香的。李青，我已经饿了。饿了啊，好，回家吃饭就是好啊，真的。对，我们最后的时候再放点糖，放点盐。盐，好嘞。来放点糖，因为里面有酱嘛，所以我们要再放点糖。放点糖，提点鲜。这么多。对，再来点香油。好。香油。OK， 好，好，来吧。哎呀，刚好，就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点香菜。
看着这么香喷喷的菜摆在面前，突然想到了那句名言：美食有鲜味，生活更有味儿。太太乐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了，来，咱们上饭。各位啊，就把这儿啊当自己家就行了啊。嗯，就是炒这个菜一定要注意，土豆一定要切的大小均匀。好吃吗？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用那个五花肉了，就是当你这一口咬下去以后，它那个肥瘦相间，那个肥肉已经被煸得有点酥的时候，扒那个油就满嘴开始油香四溢了，太好吃了，好吃。回家吃饭比天天在外面吃，你觉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的有家的味道，有家的味道，对，嗯。首先是将土豆、胡萝卜、黄瓜切丁儿，这道菜的重点是三个丁儿切的要大小一致。把土豆煸到爆团以后，捞出备用。接着煸肉，肉煸好了以后捞出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剩一点底油，再放一勺黄酱，再接着放葱姜蒜，接着把其他的土豆、胡萝卜、肉、黄瓜丁儿倒入煸炒，放一点点盐，放一点水，最后勾点芡，放点香油，出锅。好，今天给大家来一首我的拿手菜，好，红烧肉。OK， 锅刚才有一个锅，我们脏了就先不洗了，不浪费大家时间。我给你挑一口锅去啊，你要什么锅？平底锅？不用不用啊，不用锅，不用那个锅。你手掌啊？用这个。用电饭锅做红烧肉？对啊。你是来开玩笑的吗？哎呀，什么开玩笑，都是啊，做好你就知道了。电饭锅怎么做红烧肉啊？就是、我一般做红烧肉一个大铁锅，你就至少得煸一下呀、啊。得炒一下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就行，这就行。我实在难以想象，真的真的。先把肉切成块，带皮的啊，带皮的、啊、带皮的小块。不是，如果待会儿要用锅，嗯，我也帮你拿好吗？放心，真不用锅。不用，我们那儿就是住的宿舍，嗯，那电磁炉跟那个煤气灶都没法用，所以你宿舍里面唯一的炊具就是电饭锅、嗯啊、还有刀。还有刀，嗯，这个要焯下水，焯下水啊，有那个要锅是吗？在宿舍根本是不用这个工序的，直接水一洗就上锅了。在咱们这儿，在咱们讲究一下是吧？哎，先别动，没事没事，不用动，没关系。好，加那个水啊，放点水进来。好了好了，是不是觉得有锅的日子分外亲切？在我们那儿就根本不用这个啊，直接水一冲就行了啊，用水冲啊。你葱还切成不同的形儿，这都是你跟我说话，我都分心了。分心了是吧？啊，对，我这个姜、切几片姜。好，来，水烧开就行是吧？啊，对，烧开把这个戳一下就行了。这个怎么开？这个我就不告诉你，这不是不是你这怎么的？你这太高级了，我们这好这。哎呀呀呀！知道知道，我内功差点就被你耗完了，接下来就用我外功了啊！倒入这个，倒入五花肉，敲好的五花肉来啊，然后把这个葱直接放进去，放进去，好，好，好，还有姜，好，也放进去啊，可以放点这个红烧肉，必须得放冰糖，冰糖，这个是吃了以后不腻，嗯，哎，你们有那个。怎么了？那个料，哪个料？找哪个料？你说话。哦，这个什么都有。这个什么？这个太太乐这个酱蘸汁。哦，酱蘸汁啊。你为什么知道这个酱啊？这个酱很专业的。哦。不是经常下厨的人不知道的。有一次我那个送餐的时候，有个厨师啊，他跟我说，我说红烧肉太麻烦，他说这个可以代替很多料。哦。就那个大料啊，什么酱油、生抽都不用了，就拿这一瓶就管用。哦，是吗？嗯，所以我就用这个。哦，难怪了，它里边还真有很多调料的，包括什么黄酒在里边也有。一瓶全解决了。对，一瓶全解决了。啊，然后加水，迈过这个肉就行，跨过这个肉就行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行了。哎，这就红烧肉啊。哎呀，多长时间？40分钟。40分钟。嗯，40分钟左右。让我按开始，然后你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你想啊，注意啊，你啊，哎哎，好，就开始了啊。上料。好，咱们这个还要等40分钟呢。对。
这些菜是我小的时候，我家是开那个小饭馆的哦，然后我就是经常跟我父母在那个旁边那个看他们做饭，然后在那儿学。虽然就是出来外面去打工，但是有的时候想起父母的时候，就是兄弟几个在一起做几个菜，然后也有唠唠家常的时候，也能想起这个父母的感觉。哦，吃着爸爸妈妈曾经给你做的菜，自己把它做出来以后，你也能想到爸爸妈妈。对，你看起来菜就想起了父母嘛，你跟他们学的嘛。没事，多回家吃吃饭。我也想回去啊。也想回去啊。对，工作原因嘛。哦，你每天大概你来来回回要跑多少趟？30多趟，来回的接单跑单，接单跑单那样子来回跑。哦，风吹日晒雨淋，什么时候都得去，都挡不住的。尤其是一些老中医说，哎呀，夏天吃多了吃腻了难化，不消化，不太消化，容易消化。对，尤其是小孩吃东西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，我带了两个绿豆汤，放哪儿了？哦，这个是你带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带的两个今天早上熬的绿豆汤。今天早上熬的，哎，怎么不一样啊？这是红豆汤，这是绿豆汤。不，这两个都是绿豆汤。都是绿豆汤？对呀。那为什么种不一样吗？不，完全都是一样的，熬制的方法不一样。那功效一样？功效也不一样。我说说我的毛病，中医说这个我身体里面有热毒，尤其是吃了辣椒，然后眼睛里面有火一样的，只要在夏天吃火锅，第二天眼睛保准难受。那你是有热毒？对，真有这个。对，他我觉得你经常在外面跑，这么热的天气，非常容易中暑。对，那天我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头晕的感觉，有点想中暑。这个绿色的绿豆汤比较适合你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是清热，清热的，这个比较适合你。这个绿豆汤呢是解毒的，我有清热。对啊，你有毒，你很厉害，太有毒了。好好好好好，这个是你的。哎呦，这是小周喝的啊。对，这是绿的。来，小周，来。哎，这个做法不一样，它出来的色也不一样，功效也不一样。对，像这个绿的怎么做的呀？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泡的绿豆，泡到今天早上起来，我把它放到锅里煮，煮开了以后焖盖5分钟。那你这个豆子呢？就是说是我们要开锅了以后继续煮20分钟以后，哦，变成红色了，这会儿就是解毒的了。所以它比较适合喝那个绿的，你比较适合红的。喝红的。对，明白了。好，太好了。那咱们这个红烧肉也差不多了。对，来点一下。好嘞。哇哇，那香味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拌着饭好吃哎。哇，但你这在宿舍做了那这么串味的，我估计你可能也藏不住这锅肉。绝对藏不住，我跟你讲。是吧？藏不住。这就是咱们小周带过来的自己的红烧肉，对不对？我们尝尝这个菜之前还得跟你说一件事儿，美食有些味儿，生活更有味儿，太太的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了。先把这个肉切成块，然后用水焯一下，放到那个电饭锅里，放上葱，放上姜，放点那个冰糖和太太乐的酱蘸汁，电饭锅里面加上水，水盖过这个肉就行。点这个蒸煮功能，40到50分钟，时间到了以后收汁出锅。完全不腻。挺好吃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二位给我们带来两个菜，都是咱们回家吃饭的时候经常做到的菜。咱们今天的这个小周呢带过来的是这个红烧肉，而且如此简单的方法太适合生活节奏快的自己在家犒劳一下自己了。这咱就是得回家吃饭，让大家享受一下家的温暖和温馨。对，咱们都回家吃饭。那我想到他可能一会儿还要去上班，所以我考虑今天给你烙了两张饼。哦，太棒了。给他烙两张饼，把这个饼加上以后就是你的那个绿豆汤。对，这个快递小哥最辛苦，我们大家都离不开他。啊，来来来，你先拿着吃。好，先拿着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
好，好，哎，我今天还给你带了一个饭盒，有，把这个菜打包回家吃饭。你看，来这个，来带回家吃饭，带回家。好，还有你的绿豆汤，绿豆汤带上，绿豆汤带上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回家吃饭吧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走，收了啊，收了，大家也回家吃饭啊。